凯文，这里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用以保存你们记忆的装置。你想说什么？我已经见到过一些存在于此的人了，烛火英杰。虽然只是记忆体，但他们的确都异常强大，而他们曾经的实力，想必也与你相差无几。但拥有如此强大力量的你们，最终却还是失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真正的我所没有告诉你的答案，你为什么觉得存在于此的我就会告诉你？凯文，在你们的时代中，也有过站在人类一方的律者吗？没有。但这个时代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那又如何？这很可能就是能让这个时代战胜崩坏的关键。崩坏绝不是如此简单就能战胜的东西，况且战胜崩坏也同时意味着律者将不复存在。你所谓站在人类一方的律者，他们都有为此而牺牲的觉悟吗？你的耳朵。没关系，你可以大大方方地问，我不介意。那也是手术的影响，对吗？就和凯文的体质一样。确切地说，这对精灵一样的耳朵只是影响的衍生。在我成为融合战士的时候，这种技术还不成熟，手术往往伴随着明显的副作用。凯文、英还有他，大家都是如此。而在我身上，这种改变甚至有些难以言喻。发生了什么？可能是超变因子出了什么问题。从结果上来说，我的身体代谢彻底乱套了。大概就是再怎么吃也不长肉，不锻炼也会有优美的线条。明明作息已经很差了，皮肤却一天比一天好，也不长痘痘，头发也变得蓬蓬的。结果美丽这件事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实感了。唉，这就是我付出的代价。你要好好珍惜现在的身体，不能变成我这样啊。你和其他女生关系一定很差吧？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原来你对这方面这么在意啊，有些可爱呢。我不想和你说话了。我想，在融合战士之中，你应该也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吧？何以见得？那不可能是发饰，对吧？除了你以外，我也只在艾丽西亚身上见到过类似的现象。让你们成为融合战士的技术与其他人不同，还是说，相比其他人，你们成为融合战士的时间更早？我还以为你不会像其他来访者一样在意这件事的。无论是律者还是融合战士，这些力量从来都不是什么馈赠，而是代价颇为沉重的交易。我很清楚这一点。那么，其他人投向你的眼神，你应该也已经习惯了。惊异，猜疑，很快又会成为憎恨。憎恨，那对我来说的确再熟悉不过了。但我不太理解，融合战士毕竟和律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你们自始至终都是在为守护人类而战，为什么也会落入和我相同的境地？对于异类的恐惧，那是属于人类的本能，弥漫不止，无从抑制。可惜的是，在舍弃人身的时候，我们没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总该知道，融合战士是因为什么才走出这一步。牙医小姐，恕我直言，你也许把自己放在高远的位置上太久了。对那些在废墟中哀嚎着想要活下去的人来说，我们的一些所作所为，即便只是无心之过，也理应遭受憎恨。这也是我在行动中不愿被看清的原因之一。你拯救了一些人，但在他们的注视下慢慢离开时，过程却是那么沉重。时至今日，我仍然难以对此表示理解。鹰对你的评价似乎很高。哼，被你一剑刺穿心脏还能活下来的人，你也会给很高评价的。哦，你们之间还有这样的往事？但你们看上去关系还算不错。他已经还给我了，那一天在他身上留下的伤口为我开辟了通往战场的道路。嗯，我见过类似的关系，只是心脏。曾经有人在那里埋下了压制我的工具，非常有效。我想不通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好吧，我以后再问。你最好永远别问。鹰，能和我再多说一些和毒蛹有关的事吗？千姐也和我说起过几次与他有关的事，但每次在我想追问的时候，他都会让我来问你。他只是不想让你踏进更深的阴影里。他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就是为了寻求答案而来。我不确定他是否就在你们所说的阴影之中。毒蛹，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个让人用来赎罪的地方，通过背负更深更重的罪孽。鹰，这种过于抽象的表达方式是你们那个时代共同的习惯吗？我想知道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比如这支特殊的小队所具体负责的内容。烛火之蛾，你应该已经知道了，这是一个为了与崩坏对抗才会存在的组织。但毒蛹，它所存在的意义却并非如此。毒蛹不是为了对抗崩坏而存在的？不，他当然是，只不过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除了崩坏以外还有人类，或者说与人类为敌，这才是让毒蛹得以存在的它唯一的意义。华，你们所说的烛火鹰劫曾经真的作为一个小队存在过吗？很难想象有什么能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即使是像对抗崩坏这样的目标。更何况在我看来，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似乎根本不在乎崩坏。是艾莉西亚，她对这件事的态度非常积极，对于那些拒绝加入的人，她都会亲自去进行劝说。我不知道他具体用了什么方法，但从结果上来看，他成功了。他的目的呢？以我对艾莉西亚的了解，他会去做一件事的原因，往往都只是因为他觉得那件事有趣而已。有趣？
这个词能掩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看来你还足够清醒，但我还是无法回答你的问题。艾莉西亚真正的目的永远都只有她自己才会清楚。直到今天，我还是想为那件事向你道歉。在那种距离下，我根本无法确认你像没拔剑的原因，所以我别无选择。如果没有超变手术，我一时的误判可能会就此毁掉你的全部。没什么，已经发生的事不值得道歉。对你来说还未发生的事，就算是道歉也无从弥补了。凯文，我知道自己不是唯一来到过这里的人，在我之前有人成功过吗？你不需要知道这个。是你让我来这里寻找答案的，凯文。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答案。那应当是由我来决定的事。片面的情报势必会导向片面的结论，我觉得那是你我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在你之前有很多人来过，但来到这里的绿者，你还是第一个。凯文，你之前说有很多人曾来到过这里。是。但这里又不像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地方。只有那些兼具资格与觉悟的圣痕觉醒者才有机会踏入这里。上一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不久前。他成功了吗？不，他放弃了。在我之前来过的人里面，没有人被你激怒过吗？我觉得你会很期待那种情况。你到达过这里的最深处吗？曾经只有在那里才能见到我。我曾是最终的试炼，交过手的后继者数不胜数。后来呢？哼，这里毕竟不是用作猎杀的陷阱，他们认为无人生还偏离了目的。生还？据我所知，这只是个模拟装置。我也倒下过很多次，但很少会真正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我没有死在自己手里过，那种经历为什么会摧垮一个人所有生存的意志，我也没办法形容。你想试试？如果你做得到的话，当然。华，艾莉西亚说这里一共存在着13位英杰，但我所见过的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你知道原因吗？嗯，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乐土的一种保护措施。在设计之初，我们也曾尝试过将13人的记忆同时灌输给同一个人，但根据演算结果，这么做的后果非常严重。你虽然比其他人更特殊一些，但我还是建议你循序渐进，不要同时踏入太多未知的领域。就算你可以做到，最好也不要贸然尝试。刻印的传承是通过往事乐土完成的，但这种传承是一种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技术。同时继承13位融合战士的力量，将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在数十次演算中，由数据模拟生成的后继者都因此成为了可怕的怪物，无一例外。嗯，同一时间，往事乐土并非只能容纳一位后继者。
这里还有其他人。不，现在这里就只有你一个人。但在不久之前，这里确实还出现过另外一位候机者。我并没有见过他，但据英所说，他自己选择了离去。嗯，那就好。伊甸说他把黄金庭园赠予了你。啊，好像是有那么回事。但我其实在那之前就在这儿搞研究了，对我来说也就是房间门牌换了个名字而已。怎么，你那表情是有什么想说的吗？伊甸把这个地方给我，又不是为了找一个会打扫会擦玻璃的人来。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尽管之前一直束手束脚的，但伊甸把这地方给我之后，研究上终于算是自由了些。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感谢他的。你要是有什么想评判的，就等你知道了真相之后再说吧。不过在那之前别忘了，这条供你探寻的路可是我为你铺起来的。往事乐土，它也是烛火之蛾的计划之一。烛火之蛾，几乎每个来访者都会提起这个名字。好事背后是烛火之蛾，坏事背后也是烛火之蛾。它就像一切的起源，无处不在。在我们那个时代，曾经流行过这么一句话：一定是烛火之蛾干的。但，哔哔，答错了，这次真的不是。不如说，大部分高层都在乐土的议题上投过反对票呢。为什么？他们认为建造一座记忆回溯装置毫无意义，更何况这里能承载的就只有融合战士的记忆而已。但他现在就在这里。他们有意见也没用，技术是我们出的，人力是我们出的，资金也是我们自己出的。从立项到竣工没动烛火之蛾一分预算，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吧。顺带一提，往事乐土这个名字是我的提议哦，灵感源于我自己。你说过，这里承载的只有13位融合战士的记忆。没错，我们是用名为 SO1129 的技术制造出的记忆体。借由13个人的记忆，通过精神活动产生的心理印象，还原出大脑与每时每刻显示的图像，构建出整个世界的轮廓与细节。行了，把手里的小册子放下吧。既然已经有了技术，为什么没尝试留下更多人的记忆呢？我的意思是，这至少应该是一种努力的方向。雅逸，你体验过一边坐云霄飞车一边用眼睛吃花生的感觉吗？这又是什么比喻？是我以前在某本漫画书上看到的，因为很神奇所以印象深刻。它就是对 SO1129 最好的形容。愿意想起的记忆，不愿想起的记忆，想和别人分享的记忆，想深埋在心底的记忆，他们会被原原本本的刺激唤醒，变成一种又一种形状，从脑海中消失再出现，反反复复，无休无止。与其说普通人无法承受，不如说出于人道主义，这种技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被大规模推行。而融合战士总得有人去当先行者，不是吗？至于为什么只有13个人，
我想说到这里你一定也已经明白了。是约束的惨剧。是呀，就是在那件事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再晚就来不及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别这么说，英。在明知约束着律者能力的情况下，你仍然愿意不顾一切驰援战场。这甚至不像是平时的你会做出的选择。面对崩坏，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机会。那时的我们早已退无可退，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总之，我感到的还是太晚了。我以为自己的能力在应对约束之律者时会稍有优势，但我还是太低估他了。那不是你的错，英。你知道吗，凯文，每次回想起那一天的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能再早一点赶到。那样的话，或许我就可以在那里死去，而不是亲眼去目睹那地狱一般的景象。我倒下以后，是你把我送到梅比乌斯那里的。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反倒要来问我了啊？我的本意是想让你远离战场，和约束之律者作战，以你的风格只会白白牺牲。结果呢？结果又如何？自以为是。从结果上来看，你才是正确的，这一点我承认。如果你没有及时赶到，与都城第一额定功率很难发挥它的作用，我也一定会死在此后的余波中。你知道就好。我不明白的是，你从来都不相信梅比乌斯，却还是再次接受了他的手术。我一直以为你当时仍然昏迷不醒，一切都是梅比乌斯擅自进行的。后来我才知道，那的确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他是怎么说服你的？这和你无关。连我的事你都想伸手了吗？嗨，雅依小姐。你好，伊甸。你似乎有些劳累，一切都还顺利吗？还好吧，我知道这一路不会简单。来，这些东西你拿去吧。哎，这没问题吗？没关系的，牙医小姐，要是他们能稍微帮上你一点忙，我就很开心了。谢谢。请不要太勉强自己。仅此而已，那我就没有出手的必要了。这还不够，他可是唯一来过这里的律者。我还以为你马上就会见猎欣喜呢。在和我交过手的后继者里面，他的素质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就算你远比当时的自己更强，恐怕也不能那么轻松就结束战斗。艾莉西亚，你知道那件事？怎么说呢，严格来说我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梅比乌斯进行过的调查，我总会想办法了解一下。时间跨度这么久远，他还是能差一点就找到真相。有些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他呢。你已走了相当长的路。是吗？我反倒觉得自己才刚刚站上起跑线。这份对自己的严苛会让你的路途变得更坎坷，但看来对于选择了这条路的你，它也是必须的。来访者，你似乎有些困惑。你说你们只是幻影，
但这些刻印，他们似乎拥有真切的力量。这些力量原本就属于你，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将其唤醒，从圣痕之中。我想，你可以多认可自己一些。为什么这么说？我能看见，你或许比自己认知中更接近你想成为的样子。你可曾思考过，自己一直在追寻的是否是真正想要的答案？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要去寻找。精彩的回答。总是我在说自己的事，不太好。我也想多了解你一些。我一直很在意，那对脚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麻烦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比如说，你这么高挑，出入房间时它会撞到门吗？如果撞到了，会不会疼？还有，你是不是没法戴帽子，也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上楼梯？对了，你洗完澡是怎么擦头发的？吹干时刘海会不会翘成一团？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只有在我使用绿者全能的时候才会显现。哦，这样啊。我只是想说，这对脚很漂亮，很适合你。可以让我摸摸吗？不可以。作为交换，也可以让你摸一下我的耳朵。不必了。还记得我们的初次相遇吗？在我踏入这里时，你就已经坐在大厅中央等待我的到来了。是呀，记得当时你偷偷盯着我的耳朵看了好久呢。你对每一位来访者都是如此。没有哦，你是特别的。因为我是一个绿者。不是哦。那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漂亮。啊？我没开玩笑，你不觉得自己是人群中很闪亮的存在吗？不用在这件事上谦虚，要对自己的魅力更有些自知之明啊。让我猜猜，你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吗？倒也没错，谁让我遇见的人都这么可爱，这么优秀呢？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啊，可爱的小白鼠，你还真是精力旺盛呢。我只是想了解真相而已。难道不是因为没什么事情可做吗？可怜的大姐姐，不如让我来帮你一把怎么样？不必了。喂，我还没说是怎么帮呢。反正又是让我配合你做一些实验和改造什么的吧。是倒是，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那种开始哟。不管是哪种，我都不需要。切，好吧，你不要就算了。可爱的小白鼠，让我们来聊聊你的事吧。我没什么好聊的。别这么说嘛，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一向对自己相当严苛。我在烛火之额里见过无数有着你这种眼神的人，他们的下场通常都不是太好。除非接受了我的手术。我猜那部分人的下场更加糟糕吧。那就要看你的评价标准了。伊甸，
我刚才在往事乐图里似乎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商店。啊，你说的是菲利斯的商店吧？菲利斯？没错，菲利斯是我们的同伴，他很喜欢收集各种有趣的东西，商店里的那些就是他的收藏。可他现在似乎不在商店。啊，那他大概是去收集新的收藏品，或者是去哪里睡懒觉了吧。毕竟你知道，这个往事乐土平时也不会有人来的。原来是这样。不过放心，之后你会见到他的。等他回到自己的商店，发现已经卖出去了那么多东西，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吧。嗨，雅伊小姐，我发现你已经光顾过菲利斯的商店了。嗯，是啊，那里有用的东西真不少，不过价格也不便宜。菲利斯是这样的，对自己的商品很有自信，所以在价格上也绝不妥协。不过悄悄告诉你，他特别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要是收集到了类似的东西带给他，说不定可以打折哟。真的吗？嗯，上次我只送了菲利斯一小颗钻石，他就让我在商店里随意挑选了。这怎么想都是他赚了吧。哦，是呀，我应该去找他才对。我差点忘了，还真会有人把每个小队都加入一次，只是为了集齐队服。不过这么说的话，菲利斯其实也加入过独勇了。只是几天而已，领到队服之后他就不辞而别了，甚至丢下了手头的任务。你一说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那次你们好像还把千杰派去善后了，对吧？他确实完成了任务，但我不认为那可以被称作善后。凯文，你是在什么时候建立了世界蛇？世界蛇的建立和我无关。和你无关？他的每个成员都称呼未来的你为尊主。我不可能知道世界蛇在现实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但在我的手中，至少他不会违背创立者的初衷，这就足够了。凯文，在我看来，融合战士直到最后都不能称作是一种完善的技术。虽然副作用不尽相同，但几乎每一种都很严重。没错。总而言之，你是第一个受试者，那时这种技术的成功率是多少？零。但你还是那么做了。我相信梅胜过相信那些数字。你似乎很早就认识凯文了。哼，怎么想听他的八卦？那你可找对人了。其实我一向对花边新闻没什么兴趣，但不知为何他们总会传到我的耳朵里。青春阳光的学员王子，温和可靠的小队队长，沉稳坚强的英杰领袖，肩负全人类理想的英雄战士，你想听哪一段故事？无论哪一个，都与我所认识的他截然不同。哎呀，我想那一定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他。你认识他，知道他的名字、身份、事迹，但你知道的其实也就这些，对不对？凯文这个人呀，安静极了，从不会和别人谈论自己做过什么。面对肯定或非议，他也只会留下一个背影。他
他是个被命运推搡着前进的男孩，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就被催促着做出了行动。所以想真正了解他，你只能从他身边的人那儿得到答案。不过，在你那个时候，曾经与他并肩同行的人，也已经都不在了吧？但没关系，你现在认识了，还一口气认识了许多呢。对你的旅途而言，这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觉得现状太过复杂的话，那不如就从他为什么会让你来这儿这个问题开始思考吧。雅依小姐，听说是凯文让你到这儿来的，对吗？是的，他说我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答案。但我感觉他还对我，对这个时代的人们隐瞒了很多东西。我能够理解，天生的战士就是这样，以一己之力背负所有。但这或许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还会让一些人为他们感到叹惋。这是凯文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团火焰。他给了我，似乎是想要作为某种警醒。作为一种警醒，它未免也显得过于美丽了些，你不这么觉得吗？或许吧，但很有凯文的风格。凯文，他本可以成为照亮世界的火，但他没有。他选择了去成为那追逐流火的飞蛾。有一件事我很好奇，是关于凯文的。他让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你和我们打听他的事？怎么，他变成哑巴了？在某些事情上，他确实不太愿意开口。哦，天火圣才，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还不在凯文的手中。但很明显，他对凯文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意义？那颗绿者核心就是他亲手拿到的，这算不算你说的意义？再详细的我也不清楚了，你可以去问问华，我相信他对这件事的印象一定非常深刻。你和凯文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自学生时代开始，我们就是朋友。学生时代？从你口中听到这个词，总有种陌生的感觉。令你感到陌生的，不是过去的他吗？凯文，他曾经是个怎样的人？你可以亲自去见证，他也留下了自己难忘的记忆。我想知道的是更之前的他。他不想忘记的，正是那些记忆。告诉我，小白鼠，未来的凯文是什么样子？和现在并没有太大差别。还是像个小跟班一样。小跟班？也是，梅博士早就不存在了，他也没办法继续当他的小跟班了。那他肯定还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脑子里贯彻着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是梅博士的想法。我不知道他在贯彻着何种信念，但能感受到他遵循着自己内心的道路。还真是忠诚的好男人呢。你们留下记忆体的时间似乎并不一致。其实最开始是一致的，只是后来定期更新记忆的维护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
这也算是记忆体之间心照不宣的规矩吧。若非英杰们主动开口，不要谈起未来的话题哦。未来？你指的应该是关于生死的话题吧？你明白就好。但如果真的好奇到按捺不住，也不是不能问，只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讨论这件事。那你呢？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会出卖朋友的人吗？但如果你想问的是我的结局，我当然很乐意告诉你。我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你知道未来的自己身在何方？在步入此地之前，你有听说过任何关于我的事吗？没有。那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不是吗？凯文，你说，如果当初的你没能掌控天火圣裁，那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的时代会提前结束吗？不会。唉，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永远都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不过啊，凯文，爱说大话的男孩子可不讨女生们的喜欢啊。那个时代结束与否，与天火圣裁是否在我手中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如果我早些看清了你真实的目的，那我们或许的确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我们？你是指你和我，还是你和梅？还是说是指我和梅？那时我信任你，但我错了。真的吗，凯文？你可不要口是心非啊。伊甸，你觉得艾莉西亚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的朋友。艾莉她很少会对人说谎，即使偶尔有那么几次，他也会很快就告诉你，就像是个朋友之间的小玩笑。但艾丽她也总是会隐瞒很多事情，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或者是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如此。而这也正是我无法轻易相信艾丽西亚的原因所在。我的朋友，你只是还不够了解艾莉罢了。你慢慢就会发现，艾莉她其实真心爱着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真诚地对待着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正是她所选择的路，也是她直到最后都一直在走的路。伊甸，你和艾莉西亚的关系很好吗？我在成为融合战士之前就认识艾莉了。她怎么说呢？是个很有趣的人。她有着很容易被人看透的一面，因为她其实非常的真诚。但她也有着很不容易被看透的一面，因为你不知道她在这真诚之下寻求的是什么。牙医小姐，你和艾莉之间发生了什么吗？伊甸，你怎么知道的？刚才艾莉来见我，说的却是你的事，滔滔不绝。是她先动手说考验我什么的，我只是通过了她的考验。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请安心，艾莉她有时就是这样，但绝对没有恶意。这考验真的有必要吗？在她看来是有的，不过，既然她向你提出了考验，那就代表你们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层。
恭喜你，我的朋友，看来距离你所寻找的真相又近了一步。看来你又战胜了艾丽一次，牙医小姐。伊甸，你能让他不要每次都来考验我了吗？这恐怕就连我也说服不了他的。看起来似乎连输给你这件事他也乐在其中呢。就算是你和艾丽西亚似乎也很谈得来。烛火之蛾比崩坏更应该消失，如果不是他，你以为我还会出现在这里？烛火之蛾如果失败了，崩坏确实会将人类彻底抹去，可如果他成功了，这件事也会轮到他亲自来做。难道你更倾向前一种结果吗？无所谓，哪种结果我都不在乎，但我不会认同他永远。那片叶子里没有你想看到的未来，艾丽西亚。呀，什么呀，原来你醒着。我一直是醒着的。你老是闭着眼睛，谁知道你到底是醒是睡啊？如果你在找什么东西，我可以协助你。没有啦，只是有点无聊，到处走走瞧瞧，打发打发时间。苏才是，总是坐在这里不动，小心变成蘑菇。你就算变成蘑菇，大概也是那种颜色朴素，静静藏在树荫下的类型吧。换作是我的话，一定会变成色彩艳丽、熠熠闪光的蘑菇。我们正好相反呢。那种蘑菇一般都有毒。那不是更好吗？美丽的花儿总是带刺，鲜艳的蘑菇也是遇毒的哦。艾丽西亚，你想寻找的那个结局不同的未来，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无论是在时间停滞的此处，还是走向终末的现实，不管是哪条枝叶上的世界，你都未曾有任何一次改变过自己的选择。谢谢，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我是个专心一意的人嘛。艾丽西亚，她出现的频率要比其他人高很多，你也注意到了，是因为乐图保留了更多关于她的记忆，还是说她原本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不，如果只是记忆的存量，这里没有人能超过伊甸。至于艾丽西亚，我认为那更多是出于她的天性。在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着她？因为我是一个绿者。我不确定，但艾丽西亚的确不会对每个人都这么感兴趣，大多数后继者连她的面都见不到。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件好事吗？仅对这场旅途本身而言的话，是的。其他方面呢？我只能祝你好运。凯文，你听过伊甸唱歌吗？这对你寻找答案有什么帮助？我只是好奇而已。听过。好听吗？好听与否都已经没有了意义。为什么？那个愿意倾听艺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伊甸他真正的歌声也随着那个时代一起逝去了。
这么说来，黄金其实指的是伊甸的经历。对，黄金是人心中长存的渴望，是至真之宝的象征。而伊甸，他天赋的美貌，独一无二的歌声，还有那在烈火中熠熠生辉的灵魂，都如黄金般灿烂而闪耀。这些称呼我都花了好多心思，可不是随便取的。是我错怪你了，我一直以为黄金的名号只是因为他的财富。确实也有那样的原因了，不过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哦。又是那种噪音，是伊甸，他回到这片区域了。没错，我已经见过他了，很优雅的人。优雅？那只是被撕碎之前的表象。我还是回战场上去吧，无论是看到伊甸，还是听到他宴会上传来的乐声，都令人生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但你似乎……好？哼，他的确足够好，甚至胜过我一筹，做出了我没能做到的事。但所有的反复无常都不可原谅，如果不是他在黄金庭园中有些特殊，我绝不允许他和我存在于同一个空间。那个酒杯，伊甸给我的，怎么看都很贵的样子，我正在考虑还给他。他的馈赠你收下就好，他一向如此慷慨，从不吝于分享自己拥有的一切美好。你似乎对他很熟悉。每个人都对他很熟悉，在我们的时代，不会有谁没听过圣乐歌后的名字。他在一场公益演出中一曲成名，从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才华为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和财富，但他一心沉醉于艺术，为人谦和慷慨，甚至会把精致的奖杯随手相赠。这么夸张？这种随性反而为他赢得了更多美名，他的才能也在一次次演出中绽放出更加炫目的光彩。琴弦上的天使，圣堂的演奏家，天国的歌声，他收获了数之不尽的荣誉与声名，就算是最苛刻的评论家也给予了他最高的赞誉。但他本人最中意的依然是出道之初所使用的艺名伊甸。伊甸园，最初的乐园，是他赋予了这个单词如今的意义。他所创造的世界正是那个时代最辉煌的乐园。真是令人怀念的歌声。这是伊甸给我的唱片，他真的很喜欢送人东西。这是他表达喜爱的方式。我似乎能够理解一点了。那首曲子，他总是在谢幕时唱起，已经成为了某种约定俗成的传统。你听过吗？在我还是学生时，他就已经家喻户晓了。那时，凯文甚至还想过要拉我一起去听他的演唱会。真是难以想象的画面。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伊甸的音乐，即使在年轻人中也很受欢迎。他的歌声总能撩人心扉，让所有观众都为之触动。他在音乐里倾尽了自己的灵魂，他就是那个逝去的时代本身。华，你听过伊甸唱歌吗？嗯，听过，还是学生时，朋友塞给过我一张他的专辑。
感觉怎么样？虽然我不是很懂音乐，但他的歌声的确很美。那时候，朋友还拉着我去过他的签售会，但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还没轮到我们就卖完了。没想到最后你们会成为战友。是啊，但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种明星。在加入烛火之歌以后，他慷慨地给予我，给予了很多人种种帮助。他的确是一位优雅而温柔的人。要是我那朋友知道我在和伊甸共事的话，恐怕他都要羡慕死了吧。只可惜，梅比乌斯，你听过伊甸唱歌吗？没听过，或者听过但不记得了。是吗？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些噪音罢了，一切的指示音才是属于我的音乐。当然在噪音当中，它或许算能够忍受的那一种吧。那不能忍受的呢？艾丽西亚的那些点子和建议，还有千杰砸坏我实验室的声音。滚开！啊，别这样嘛，千杰。怎么样，雅一，他没吓到你吧？别担心，他也就是嘴上凶了点，其实他从来都不会伤害同伴的。好像也有过那么几次意外，不过现在应该不会了吧？没事，我没有很在意。总之，千杰，牙医他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客人呀，还是礼貌一点比较好哦。请你滚开。看来他也是需要休息的。离我远点，我现在没心情回答你的问题。你就非得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有什么想打听的就去找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没什么区别。他总是会使用一些过于抽象的比喻，交流起来有些困难。我看起来比他更容易交流吗？至少你还算有话直说。怪人。但既然你觉得这是个优点，那好。我现在很烦，不想看见任何人，包括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啊？离我远点，你不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向我发问吧？听不懂是吗？好了好了，对可爱的女孩子不要这么不近人情嘛。牙医，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开口吧，千杰的很多事我也非常感兴趣呢。又是他。这你可问对了，就算是对我们，他也从来没提过面具的来历。哦，不对，应该叫戴上它的原因。面具本身倒是没什么特殊的，那时候千杰甚至还愿意采用伊甸的设计稿呢。别提那个名字。没问题。那给大家分享一下原因怎么样？就是个习惯，没有原因。哦，那应该是小时候留下的习惯吧。我懂了。离我远点，你不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向我发问吧？听不懂是吗？好了好了，
对可爱的女孩子不要这么不近人情吗？牙医，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开口吧，千杰的很多事我也非常感兴趣呢。又是他。牙医，你的问题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刁钻。鹰的事实在太可惜了，他是非常优秀的战士，他在最后时刻做出的选择我愿意认同。哪种认同？身份上的认同是吗？看吧，千杰果然生气了，把某个人概念化，这是他最讨厌的事了，所以我才说你提问的角度太刁钻。如果我在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种地步。对，对，你在的话，鹰确实很可能会活下来，但其他人，包括你自己，那可就未必了吧。离我远点，你不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向我发问吧？听不懂是吗？好了好了，对可爱的女孩子不要这么不近人情嘛。牙医，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开口吧，千杰的很多事我也非常感兴趣呢。又是他。什么？那你明明可以直接去问我呀。唉，我一直以为这里的人就你最了解我了。烛火之蛾确实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你指什么？目前来看，你反而属于比较正常的那一批人。毕竟曾经是一个组织，那个戴面具的男人，你们真的有办法控制他吗？据说手术的副作用在他身上会不断恶化，是融合战士当中的特例。这不算是特例，这是某种特殊情况下的必然。任何人在拥有他的经历后都不可能再活下来，否则你就能看到更多和他类似的情况。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和那个戴面具的男人正常相处的？没什么特别的呀，和所有受过伤的人一样，千杰他也只是有点敏感和脆弱。似乎不是有点。哎呀，他或许是有点不好交流，但只要你如此坚信，总还是能和他打成一片的。是吗？我很怀疑。就算不行，你也可以和他打成一片。融合战士都这么喜欢冷笑话？倒也没有，但如果你想和千杰多说几句，总得准备一些降温手段才行。说起来，你使用的剑术有点眼熟呢，你有没有听说过第二次蹦蹦？名字我也不是很确定，总之是一种特别朴素的招式。我曾经见一个来访者使用过，他手中也是和你一样的武器。当然，对我来说倒是没什么价值。你说的是第二次月初吧？先用剑轻轻斩出一次，让对手放松警惕，随后立刻在同一位置补上真正的重击，一种虚实结合的剑技。可惜，这并非我家传剑术当中的技巧，我也没有更深入的了解过。哦，你还有家传剑术？你还是不要装作很感兴趣了，这点我能看出来。对了，说起这个，特别提醒你一下，第二次这个词，你可千万别在千杰面前提起，除非你真的想和他过两招，那这句话会很有效。为什么？第二次对他来说
应该是再可怕不过的回忆了。嗯？总之，听我的就是了。他已经够可怜了，没必要再去戳他痛处。一殿，你知道应该怎样和千杰相处吗？说实话，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清楚。连一殿也是吗？我以前试过唱歌，或者弹奏一些舒缓的音乐给他听，但都不太奏效。他的灵魂无法用艺术去抚平，唯有在战斗中，他才能寻得平静。似乎的确是这样，但这没什么不好的，真的。就像音乐的美，要愿意去聆听的人才能懂得。千杰的心，一定也是愿意与他战斗的人才能去品味的吧。千杰，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吗？在那场手术前，还不至于如此。你认识以前的他？算是吧，我们有过一些交情。那你是不是看到过他没戴面具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现在谈论这个话题，似乎还有些为时过早。你和千杰的关系似乎比其他人和他的关系要更好一点，毕竟我们曾经隶属于同一个小队，虽然一起执行任务的次数不多，但和其他人相比，我们之间的交流的确会更多一些。在我看来，这就已经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了。或许是因为我是他少有的几个朋友之一吧。朋友，我从没想过千姐和其他人还会是这样的关系。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他比你更像是一个独行侠。我想是因为我们对朋友这个词的理解有些不同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朋友是被彼此身上的微光所吸引，进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但我和千杰，我们在一片满是杀意的阴影中结识，并长久地留在了那里。而让我们成为朋友的，也正是这些潜藏于阴影中的杀意。迄今为止，千杰究竟打倒过多少敌人？虽然这种事问他自己会更好，但你也知道他回答问题的思路异于常人。已经没人能够确认这件事了。单就歼敌数量而言，他或许是这13人的天敌。包括凯文？不过只是我的猜测，这两人对胜利的定义也显然是两种风格。当然，千杰自己心中有一个数字，准确与否我们无从得知，但我想那原本也没有多大意义。这里是为了让后人能够继承英杰的力量而存在的，但在英杰当中，有些人似乎对来访者总是充满敌意。是千杰吧？他对你进行了额外的试炼，对吗？在刚加入烛火之额的时候，他也只是有些孤僻，和现在完全不同。他是在加入烛火之额以后才变成现在这样的。那种手术，他在我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产生了不同表现的副作用。具体到千杰的话，就是不断加剧的认知异化。不断加剧，他的状况还会变得比现在更糟。记忆体也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对真正的千杰而言确实如此。他所融合的崩坏兽基因非常特殊，
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着某些联系，但我也不能对此妄下定论。嗨，小白鼠，又见面了，要来杯茶吗？总觉得有很多人和我说过，不要上梅比乌斯的手术台，不要吃梅比乌斯给你的东西。哎呀，又来了，能不能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呀？什么东西坏了就是千杰干的，谁身子不舒服了就是梅比乌斯干的，这类谣言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恐怕也不只是谣言吧。我敢打赌，我俩被冤枉的情况会更多一点。那门口外面那个大坑是谁砸的？是千杰。可大坑底部还有半片绿色的，像是蛇鳞的东西。那也是千杰弄的。至少我知道千杰的谣言是怎么来的了。梅比乌斯，你曾经对千杰做过什么吗？做过手术啊，怎么了？但我看他似乎不是很喜欢你。这里面有几个人是喜欢我的，用你头上的角都数得过来吧。所以你真的没做什么吗？就算我说没有，你会信吗？还是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确认吧。人类称呼自己能够理解的答案为真相，却称那无法理解的为谬论，说那人是疯子。至于你，你到最后会怎么看这一切，我可是很期待的哟，绿哲姐姐。你睡着了？你刚才说什么？苏在和你相处时还是一直都闭着眼吗？至少目前没有睁开过。哦，真奇怪呀，我还以为你的美貌足以令他睁大眼睛呢。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哦，你说的对，我就是太诚实了，这样的确不太好。唉，觉者的智慧总能一针见血。在阴劫内部，我们通常把事情按严重程度分为四个等级。苏没有反应的情况，苏有反应但不会睁眼的情况，苏有反应且眼皮发颤的情况，和会让苏也瞪大眼睛的情况。告诉我，我们是谁？我、伊甸还有菲利斯。不过这些话都是他们说的，我只是觉得很有道理。雅伊小姐，怎么了伊甸？啊，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我会不会说以前的事说得太多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让你感到有些无趣。没有的事，我喜欢听这些。是吗？那就太好了，现在也只有牙医你和苏愿意静下来听我说说过去的事了。苏？是啊，他每次都在一边静静地听我说完，从不打扰，也从不退席。他真的不是睡着了吗？千姐，我一点都不想回忆起那件事。理论上来说，比起我，你更适合与精神感知型融合战士并肩作战。但从结果来看，甚至还不如让你们各自单独行动。精神型的？你说谁？阿波尼亚？是苏。哼，那个盲人。好吧，
至少你用的是盲人，而不是瞎子。我知道你说的是哪次了。有什么问题吗？任务顺利完成了。哦，是你独自完成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千姐。那是我们第一次以三人小队的形式执行任务，但在目标出现时，我的两位战友，一个在努力规劝对方开悟，另一个则在破口大骂。那是他自找的。你和苏似乎有些矛盾。有吗？我怎么不知道？讨厌我的人太多，我已经分不清是因为矛盾还是别的什么了。不过你这么一说，他似乎的确是最讨厌我的那一个。你对他做过什么吗？没啊，为他做了一次再成功不过的手术，让他陪我给别人做了几次手术，除了这些想不到什么了。或许是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错误吧。你说的有道理，我也老是搞不懂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明明我也没做什么呀。不过苏啊，凭他的医学造诣和理解力，他应该能够成为和我一样甚至超越我的研究者，可他却被自己内心那些无用的道德给束缚了手脚。可惜呀，可惜。我差不多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从你的神情来看，你似乎总在等待些什么。有其他人对你这样说过吗？等待对于此处的我们来说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时间在这里已经凝固，一切都是终止的定数。你们都喜欢有所隐瞒，对吗？还是说在这里我不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牙医小姐，你没有看错，但那种神情只是一种习惯残留的痕迹。等待，曾经那是我用以谋生最重要的技巧，却不再是我现在的目的了。前文明纪元也有这种形制的武器，还是说，它也曾是传承的一部分？你是说寒玉冰天？你腰间的那两把都是？在我的家乡，它曾经是一种历史非常……你先说吧。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和父亲一起练习。好了，情况我大致已经了解了。寒玉冰天，很不错的名字。那另外一把呢？它看上去有些眼熟，和我听过的一个传说非常相似。我能看看它的剑刃吗？有些事我想确认一下。很抱歉，它绝不能就这样轻易出鞘。对我来说，这是戒律的一部分。能和我说说鹰的事吗？我和鹰很早就认识了，关系也很好，在当时我们的双子组合还挺出名的。双子组合？你看，我和她都是粉头发、尖耳朵、迷人又强大的美丽女孩。关于我们两个，组织里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其中有些还挺真的，连我自己都差点信了。不过大多数时候我和他的工作交集很少，
鹰身上也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感。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哦。打个比方，鹰就是职场上很聊得来的同期吧。只不过，它是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的类型呢。听说你已经见过鹰了，亚依小姐。没错，很果断的一个人，他身上有种久经战场的锋芒。毕竟他早在进入烛火之额前就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了。不过我其实一直觉得亚依小姐你和鹰有一些相似之处。哎，我？不错，你们都有着作为一名战士的觉悟，却也都有着为了保护某人而战的温柔，这我看得出来。鹰，他也是这样吗？你慢慢就会了解到的，鹰的内心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温柔，或许也更加脆弱。刹那的战斗方式你似乎已经体会过了。嗯，十分独特的战斗技巧。的确，我一直觉得比起男孩子们大大咧咧的动作，鹰的战斗可谓优雅的演奏。我多少能够理解，在刹那间制敌，就好似那止于夜晚一瞬绽放的昙花。这种战斗方式已近乎于艺术了。那是勿忘我。嗯，是鹰送给我的。但怎么说呢，总感觉它的寓意很悲伤。鹰，它原本便是生存于暗面的人，看过了太多不该他这样的女孩看到的东西。但他并没有被其吞噬，或者说他依然保有着自己内心的温柔。没错，我也很敬佩这一点。只要和鹰聊上两句就会知道，她依旧是个善良的女孩。只不过我能感受到这份善良的基底随着崩坏的侵蚀变得有些摇摇欲坠。只希望一直以来支撑他内心的东西永远也不会破碎吧。不要对他出手。你会这么积极主动还真是难得。让我猜猜看，是因为他和你用同样的武器，或是你们聊得很投缘，还是他让你想起了自己的妹妹？他不属于这里。啊，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还真是像你。你明明活得再任性一点也可以的，鹰。自由自在，顺从自己的欲望。那样的话，你或许就不用……哎呀，那件事可不能告诉现在的你呢。你一直都知道真相，是吗？我不否认。你原本可以改变这一切的。那样的话，也许我们会迎来不一样的结局。不。正因为我知道，所以结局才无法改变。我所能做的，仅仅只是观测而已。苏，这样的对话我们重复多少次了？我总是在最后删除这段记忆，你为什么不阻止我？这也是你的选择，我不该干涉。更何况在这里的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事。未来的小白鼠，你似乎和华原本就认识啊。
你想说什么？哎，别那么防备嘛，我又不会去干嘛。他和凯文一样，是来到了新时代的先行者。是吗？啊，这还真是有趣。凯文我倒毫不惊讶，不过华呀，对凯文来说，他早已料到时代的终结，知道自己的归处是那个未来，他选择了未来。但对于华来说，恐怕是因为他那时已经没有了归处，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吧。一直在这里探索也会感到无聊的，对吧？这里的每一寸砖瓦我都摸清楚了，比如你脚底下那块砖，它叫菲利斯，喜欢喝蘑菇奶油汤哦。那种伪装出来的铜针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哎呀，菲利斯说你踩疼他了，你可真是个坏姐姐。还真是善于逃避问题。总感觉小白鼠看我的眼神有点变化，让我猜猜看，是不是有谁给你讲了一些关于我的故事？给我讲讲看嘛，是关于哪件事的？没有。可是你的眼神中明显对我多了一些提防。哎，这是人下意识的防范本能。严格来说，你好像并不是。不过也没关系，牙医小姐的话确实也还可以称之为人类嘛。梅比乌斯，你现在的样子真可爱。哎，真羡慕你，小小的像个孩子。我也想当个长不大的孩子，没有烦恼，也不用负任何责任。说起来，最近总觉得伊甸做的制服是不是有点紧呀？军马对我们这种人实在太不友好了。唉，这也算是长大的烦恼吧。艾丽西亚，是你胖了。真的吗？难道不是因为是你又变瘦了吗？但没关系，蛇是不会屈服于死亡的生物，你还能从头再长一次，不是吗？我很期待哦。雅伊小姐，你似乎已经见过梅比乌斯博士了。他怎么说呢？很缠人，和他说话时就像有一条冰冷的蛇划过皮肤。啊，我倒是能理解你说的这种感受。你也体会过吗？他对感兴趣的人都这样。不过怎么说呢，博士的研究的确超乎常人理解，但很难说孰对孰错。毕竟没有他的话，烛火之蛾将难以为继，这片供你探寻答案的乐土也将不复存在。哈，梅比乌斯，谁是你的下一个实验品？哦，我差点忘了，现在你终于也和我们一样了，不再是异类。别搞不清楚情况，这里的异类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小老鼠，我迟早会知道你的底细。太迟了。哦，新来的小家伙你还满意吗？这么久了还没开始你的研究。不如先研究研究你吧，千杰。一个记忆体怎么还会忘这忘那的？哼，那个计划我早就放弃了。你不会放弃的，毕竟你的本性
他就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亲眼所见。来访者，你已经见过梅比乌斯了。他似乎对我很有兴趣，令人讨厌的那种。他对每一个有可能躺在他手术台上的对象都很有兴趣。他不会有这种机会。这也是我所期望的。看来你们的同事关系不太友好，不过他对你的评价倒是相当高。被梅比乌斯冠以高评价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危险了。总感觉我到哪儿都不受欢迎。你有什么头绪吗，苏？为什么要来问我？哎呀，我差点忘了，你就是最不欢迎我的那个。也许并不是只有我。喂，我们好歹也曾经共事了那么久，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多协助我一点，对不对？那要取决于你的所作所为。每次有新来的小白鼠，你都会不动声色地阻止对方和我接触，我可是知道的。不过呢，很可惜，他们都喜欢四处乱窜，最好跑到我这儿来。我得好好想想，这次的小白鼠适合什么样的手术。我认同你的智慧，梅比乌斯，你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我永远也无法认可你的理念。对生命的敬畏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失去了那些的你已经走得太偏太远了。我知道啊，你都已经和我说过无数遍了，但也只有我这样的人，只有那些被常人们称作疯狂的想法，才能拯救那个行将就木的世界。我是这样，梅也是这样，你一直都清楚，不是吗？不，我们自始至终都没能拯救任何东西。嗯哼，烟一直盯着我干嘛？你找我有事吗？你在这里做什么？只是散步而已啦，散步。虽然现在我们都已经是记忆体了，但偶尔也还是会感到无聊的嘛。你所谓的散步，每次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记得很清楚。是啊，但那又怎么样呢？反正也没有影响到你。还是说你其实是在为此而感到遗憾呢？我现在就可以为你弥补一下的。不必了。啊，英，从什么时候开始连你也对我是这种态度了？这真的有必要吗？你知道自己都做过些什么？我做什么？我难道不是什么都没做吗？啊，虽然我的确是很喜欢那孩子没错了，但有你和梅博士盯着，我又能对那孩子做什么呢？而且你难道真的不认为对那孩子来说，梅博士其实才是那个真正危险的人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梅比乌斯。好吧好吧，不逗你了。放轻松，英，你的妹妹不在这儿，我也不可能对她做任何事了。总觉得你们似乎多多少少都对梅比乌斯有些意见。尽管有些事我不太记得了，但发生在第一研究所的那件事我却记得非常清楚。能和我讲讲吗？
当时我们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而任务的地点则正是由梅比乌斯博士负责管理的第一研究所。那里经常会发生一些意外，逃走的实验用崩坏兽，暴走的实验体，失控的机械装置。我以为那次也会是相似的情况，但结果并不是那样。最先赶到现场的是苏，他的实验室离那里很近，但我们很快就和他失去了联络。当我赶到的时候，我看到苏正在和阴影里的什么东西苦战。我准备去帮他，但却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失去了意识。后来我才知道，造成那场事故的元凶不是什么实验体或者崩坏兽，那就是梅比乌斯自己。可是，为什么？你们不是同伴吗？这就是我让你对他多加小心的原因。在梅比乌斯看来，一切的进步都必然伴随着牺牲作为代价，而他又很少会去在意这牺牲到底是什么。可以是敌人，可以是同伴，甚至可以是他自己。哎呀，凯文，终于找到你了，想和你这个大忙人见一面可真不容易。有什么事吗？哎呀，也没什么别的事了，就是我们商量一下，让我再回到第一位上面几天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我忽然觉得这样可能会让我的自我介绍变得更有趣一些呀。那些新来的人，他们肯定会想，啊，他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能排在那个凯文的前面？想想就很好玩，对不对？你想的话就随便你好了，我不在乎。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小气。那我们可就说好了哦，凯文，记得也改一下你的自我介绍哦。英杰们曾经的关系也是像现在这样吗？嗯，我几乎从没见过你们聚在一起，发生过太多事了。而在烛火英杰刚刚结成的时候，我们又很少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不是很理解，我们是在约束的惨剧之后，烛火之额仅存的13位融合战士。烛火英杰的结成，也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发生的事。但那时，与崩坏对抗的形势已经变得非常严峻，常常会发生只有融合战士才能妥善处理的状况。所以，虽然是一个团体，但大多数时候，你们其实都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正是如此。与其说烛火英杰是一个团体，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道召集令，或者说，一道保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能确保我们可以同心协力的保险。这种不得已的情况出现过吗？抱歉，我不知道。我留下记忆体的时间要比其他人都早一些，但至少在那个时间点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更何况如果有一件事情需要13位融合战士全数出动才有可能解决的话，那实际上就算你们这样做了，结果其实也已经不会有什么区别了，是吗？班长，哦，不，华。你好，亚一，最近如何？除了某些令人特别在意的人以外，还好。令人在意？你指的是？艾丽西亚，她总是会隐瞒很多事情，就算看起来很亲切，
他也还是会让人感到不安。的确，很少有人能看清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但考虑到乐土本身存在的意义，艾莉西亚应该也不会伤害你。在乐土中，你们是会受到某种限制吗？不会，但乐土的建成与艾莉西亚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应该不会做出伤害来访者的举动。但如果你指的是客观意义上的限制，那它的确存在。啊？乐土终究只是一种模拟装置，这也就意味着它存在作为装置本身的上限。像是凯文，乐土中所保存的记忆体绝对不是凯文的极限，而是这往事乐土自身的极限。千杰，和他相处的确会有些困难，很抱歉，我也帮不到你什么。他对我的敌意恐怕比对其他人还要更深一些。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吗？还是不要提了吧。有些事我们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结果不可能被改变，但总还是要有人为此负责。千杰，他也是因此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是某次崩坏吗？也许远在他遭遇崩坏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吧。又见面了，华。你好。有些事我不太明白，能向你请教一下吗？请说吧，我们留下就是出于这种目的。在外面我见过了凯文和……没什么。我想问的是，这里有谁在现实中幸存下来了？毕竟只是记忆体，这一点我也不能断言。虽然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但只有梅比乌斯才能启动乐土。如果在你的时代中没有发生什么变故，他应该是幸存者之一。梅比乌斯，能谈谈你们最终怎么样了吗？我们的命运不会相同，这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在进入这里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迎来结局。那我们谈谈，至少在我把记忆体留在这里的时候，千杰还没有迎来自己的结局。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能取得惊人的突破，很了不起。就算是在英杰当中，我想也只有凯文和艾莉西亚比他更强吧。艾莉西亚？艾莉西亚总是能以别人从未想过的方式运用崩坏能，他所融合的崩坏兽更是我们当中最为强大的。我曾经见过他在整场训练中轻松压制了千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应该已经见过千杰在战斗中狂暴的姿态了，而艾莉西亚，千杰甚至自始至终都没能碰到过他一下。我明白了，多谢。抱歉，并不是我刻意隐瞒。关于艾莉西亚最后的去向，我也进行过长时间的调查，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我只知道他引起了一场争端，但他究竟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青石之律者，他在那场事故中牺牲了，很遗憾我没能帮到他。能和我详细谈谈这件事吗？很抱歉，我不想欺骗你，但我不想让鹰有任何知道内情的可能性。为什么？这件事对他来说实在太过残忍了，
就算是记忆体，也可能会造成不可预见的后果。我们有过前车之鉴，于情于理，都不该冒这样的险。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会提起你的强大。凯文也是。我说的是几乎。总之，其他人也就算了，但你会被排在第六位这件事，的确很令人好奇。哼，原来我是第六位。无所谓了，我不在乎。我还是好奇第七位的来由。数字七是十三的中值，如天平的支点连接首尾，位列中立之系。这是我被托付的责任，调和矛盾，维系十三人的平衡。仅仅是因为这种理由？艾莉西亚认为这有意义。所以你在英杰之中竟然只是第十二位。在我看来，他们本来就应该排在我的前面，而且其实也很少有人真的会去在意位次的事情。苏向我讲述过他排在第七位的原因。十二这个数字，它对你来说也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听艾莉西亚说，这是梅比乌斯给出的提议。我所使用的装甲就是由他设计制造的。十二代表了他对装甲形态变化最初的设想。但遗憾的是，直到最后，他的设想也没能完全实现。而他本人也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他或许也是想借此来提醒自己过去的失败吧。用这种理由作为依据，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而且这和艾莉西亚告诉我的理由也完全不同。或许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理由吧，但艾莉西亚她没有告诉我，而我也并不打算去追问。说实话，我还是更怀念你过去的样子，凯文。现在的你总是装模作样的。怎么了？第一位当得太久，有偶像包袱了？还有什么事吗？你看看你，连吃崩坏兽的时候都要切成片再做个精致的摆盘了。唉，那个和我们一起在战场上啃过压缩饼干的凯文到底去哪儿了？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事，艾莉西亚。无聊的谎言就到此为止吧。啊，好吧好吧，你觉得没意思那就算了。但更怀念过去的你这件事可不是什么谎言哦。千杰，你又去找凯文打架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也稍微休息一下吧。不管怎样，你都不得不承认，属于我们的一切早就已经结束了。那是你，艾莉西亚。我的战斗什么时候结束，我自己说了算。哎，千杰，你也别这么固执嘛，对身体不好。艾莉西亚，我真想和你聊聊你的结局。我很想看看你在知道了真相以后还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千杰，你该不会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吧？不，应该说在这里的人除了鹰以外，又有谁不知道自己的结局呢？可是你看，我还是在笑，不是吗？我不得不承认，你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强者。但我也听说过一个词，善有者逆。在过去的战斗中，你真的从来都没有被逼入过绝境吗？有没有人曾经战胜过你？
有，一共两个半。两个半。凯文、艾莉西亚，还有英，他和我打了个平手，所以只能算半个。每次想起来我都会忍不住笑。闭嘴，不想再听一次了。那怎么行？你在成为记忆体之后才知道这件事，这一直让我感到特别遗憾。那时你才刚从基地出发没多久，我就坐在那里悄悄地看着他们讨论关于你的传闻。当然了，传闻实在是太多了，他们讨论的一大半都是假消息。让我想想都有什么。哦对了，像什么你只用一只手就和鹰打了个平手啦，那个长得像梅比乌斯的小女孩其实是你的私生女啦，各种各样的传闻乱七八糟的，但信的人也不少。可就在他们讨论到兴头上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突然喊了一句，千杰回来啦。然后他们就一句话都不敢说了，对吧，艾莉西亚？这故事你讲过太多遍了，没什么意思。只到这儿的话当然没什么意思了，以你的名声把他们都给吓住了也没什么奇怪的。关键是在那之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千杰回来了这句话在基地里就传开了。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大喊一声千杰回来了，那大家就一定会立刻安静下来，简直就像是魔法。你在处理完那件事回到基地里的时候，没有觉得周围特别安静吗？就是因为这个。我不会注意这种无聊的事。是吗？我倒是很好奇，要是你当时就知道这件事的话会怎么样？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千杰回来了，别再来给我讲这个故事了，浪费时间。还有你提到的那些传闻，他们不全是假的。哎，如果你这么说的话，等等，我提到的好像只有……喂，千杰，你说不全是假的，指的到底是哪件事啊？你好像不爱谈论以前的事。旧的时代已经落幕，而人类的文明仍需前行。若想前进，便需注视前方。那如果后来者问起呢？我会尽我所能予以回答，希望前人留下的脚步能为你们指明方向。你的精神有些疲惫，不妨休憩片刻。你不是要我看向前方吗？适时停下脚步，才能回首来时的路，想起一些曾被忽视的事。若要在迷雾中前行，你便得时刻铭记自己从何而来。鱼肚臣生效了吗？哎，凯文，你也是会有纰漏的嘛。让我想想，给你编织一个什么样的幻觉好呢？一定得很有趣才行。啊，有了，就让你回到从前吧，回到那个你还没有彻底变成冰块的时候。然后，我要听你给我讲笑话。艾莉西亚，你玩够了吗？凯文，我们都已经是大人了，你能不能别总是耍这种小花招？我还很忙，先走了。
次万无一失了。凯文，凯文，你还能听见吗？喂，啊，很好，你现在的确身处宇都城的幻境之中了。那么，凯文，告诉我，最后的神之剑，它叫什么名字？被放在了哪里？你可以直接来问我的，艾莉西亚。凯文，你现在真是个只会让人扫兴的男人啊。你觉得我会那么做吗？你会。猜对了，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凯文，你果然就是个只会让人扫兴的男人。我有权利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吗？啊，别那么小气嘛，华。我只借着一次，向你保证。可是你已经借用过宇都城至少16次了。哎，你不是会重置自己的记忆吗？怎么还会记得这种事？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是最后一次了，真的。好吧。谢谢你，华。艾莉西亚，能告诉我你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吗？应该像是某种侦探会去做的事吧。一，这件事是谁告诉你的？我认为这不重要。没错，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乐土记录了关于每一把神之剑的信息，也正是因此，他们才能在这里得以显现。就像是我们一样。就像是我们一样。但你刚才所说的神之剑地藏玉魂，抱歉，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是吗？那敌对七雷呢？他现在在哪儿？我很可能要用到他。敌对七雷啊，真正的敌对七雷应该还被保管在真正的凯文那里，而存在于乐土之中的那把伪物，它碎了，碎片像是星辰一般散落在乐土的每一个角落。敌对七雷碎了，怎么回事？怎么了，英？难道艾莉她没有和你说过这件事吗？英，帕朵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不，你知道。他在帮你找敌对七雷的碎片，没错吧？是谁告诉你的？哼，你承认了。是艾莉西亚，还是梅比乌斯？英，没必要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让那家伙出窍吧。还是说太久没砍过什么东西，让你也觉得有点手痒了？你以前可没这么多话，千姐。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来找你合作的。合作？啊，就和以前那样差不多吧。我没想到你竟然还会想要和我合作。你是没想到我还能这么清醒吧？所以，目标呢？你不是都已经盯上他了吗？
还来问我？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他了。啊，确实，我一点都不想回到那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让你来帮我。那你也不该去找帕朵，他肯定会被那个女人玩坏掉。论找东西的效率，我们之中没有人能比得过帕朵。而且，在帕朵被他抓住以前，斩断戒律就行了。伊甸，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吧，雅伊小姐。你穿的这身是你的演出服吗？啊，不是的，这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服。虽然我在设计的时候的确加入了一些舞台上的元素。英杰们的战斗服都是你设计的吗？基本都是吧。女生们或多或少都采纳了我的建议，男孩子比较随意，有些人还是更喜欢自己的打扮。怎么样，觉得好看吗？很有品味。谢谢你这么说，改天我也为你设计一件衣服吧。这怎么好意思？啊，当然，我不会强迫你的。我只是看见漂亮的女孩子，就想为她打扮打扮，这也算是我曾经的职业病吧。放心吧，我的朋友，请相信我的手艺。伊甸，你曾经是个艺术家吧？我想问你个问题。虽然我觉得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有些过誉了，但你问吧。当你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再欣赏艺术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这还真是个深刻的问题。艺术反映的是现实与希望，表达的是人们的思想。而在崩坏肆虐的时候，恐怕人们也已经无暇再去顾及自己的精神世界了吧。这无疑令人痛心，但却也无可奈何。还是不要打扰他了吧。伊甸。雅伊小姐，抱歉，我有些太入神了。没事，不错的旋律。谢谢，这是歌剧《睡帽国王的宴驾》中最有名的一段，山雀衔之而来。听起来是个有趣的歌剧。曾经的木大陆物质繁荣，文化昌盛，有趣的剧目还有很多，只可惜现在几乎都听不到了。你喜欢的话，我可以找几个专辑给你，像三水榭的海底巡游、南瓜王国什么的，都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旋律。好啊，我也很好奇那个时代的样子。啊，那是一个如黄金一般的时代，恐怕再不会有比那更好的时光了，再也不会。伊甸，你唱的歌似乎更偏向于古典一些，这是你的喜好吗？算是吧。
古典的音乐经过历史的沉淀流传至今，其中有着它的光芒所在。我一直认为，音乐家除了要对自己的音乐负责之外，还应该对自己的观众负责。所以我在选择自己要唱的歌曲时，都是精真细别，只希望我带给观众的不只有旋律与鼓膜上的享受，更有人生与哲学上的启迪。观众们能够理解吗？只要你愿意去叙说，那么自然有能够理解的人。告诉我，亚依小姐，你们的时代还有舞台上的明星吗？在一些相对和平、文化也比较发达的城市里，还是有的。不过，我印象里似乎还没有伊甸你这样受欢迎的明星。谢谢你这么说，亚依小姐。不过这样就好，百花齐放也不失为一种美丽。况且最重要的是，你们的时代仍有艺术的血液在人们生活中流淌。伊甸，你当明星的时候，待遇很好吗？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吧。我受邀巡演的时候，都有专门的人来接待，住的也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如果是在民族剧院演出的话，还有机会住在宫殿里呢。听起来真不错。是啊，我也会常常想起那些时光，但不是为无法再享受那样的奢华而遗憾，是为那些宫殿与艺术全都被崩坏埋入了黄土而悲伤。你虽神情孤独，却心无迷惘。我想，你也曾经拥有值得托付后辈的友人吧？不是曾经。虽然路有不同，但我们依然秉持着相同的信念。那便好，只要你们仍相信彼此，就终会有重逢的一天。你在这里待了这么久，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你进食，没关系吗？我毕竟是绿者。也对，是我疏忽了。我曾经教导过一些后继者制作简单便捷的食物，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找我。没想到你竟然还擅长料理。谈不上擅长，毕竟有家人要照顾，总还是得会两手才行。所以你要教我料理？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我只是突然回忆起了一些往事。我知道对绿者而言，食物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你也有伊甸那样的需求，不妨来找我试试看。伊甸？你应该见过伊甸喝酒的样子吧？对记忆体而言，食物不会再有任何意义，但他还是一直保持着饮酒的习惯。按他的话来说，饱腹是食物的众多作用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种。